我们有两位进行我们的冠军之争，不能说的斗琴。好的，各位不能说的斗琴。阿明老师，这个难度会不会有点高？如果两个都是钢琴，那也就算了。对，现在是一个弦乐。一个钢琴，这怎么办？斗，我们就要看这个。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一下，这个给分会比较偏向我们这边的主观啊。对，因为主观的艺术本来就是主观的。对，因为它倒不是因为乐器的关系，我们会采纳他们对出来的句子，哦，合不合理，或者是好不好听 ，OK， 或者是句子的难度，还有它的巧妙。哎呦，因为有的时候 less is more， 好玩 ，less is more， 哦，这就可以尽量给白了，对吗？那阿咪老师，阿文老师也询问一下，那个晚餐鸡腿还是排骨？鸡腿还是排骨？不是啦，那个是陈崇光，那是陈崇光那一集的梗啊，我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不挑。阿泰老师，有看法吗？给年轻人一点指点。我觉得你们就尽量发挥了，好，就这样，放开来玩了。谢谢阿泰老师。现在他很含蓄，但他电吉他很狂野，哇，弹起来不得了 ，distortion 下去，哇，年轻的时候我杀无赦。哎呦，哇哦！小龙老师，那个红烧牛腩，快点，可以，简单的啦。你敢夸吗？我可以有梗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就可以往后退了哈。来，看谁先攻。哦，先攻后攻，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公平，让你跳。亮答。好，露西派先攻。我先是吗？先攻。好，所以你就先 cue 句子出来，然后 follow 完毕之后，他自己再出一个新的句子。你 repeat 他，完了之后你再出一段你的，然后他必须 follow， yes， 好吧？好 ，OK， 你们就我们没有叫停，你们就直接续打，对，好吧？打到拳拳到肉，应该是说你们就玩吧，对，哎 ，play， 哎，刀刀见骨，好吧？钢琴、小提琴这样合奏，嘿，礼貌还是要给他调个音 ，A。哦，怎么太要给他调个音啊？也对，因为钢琴不能调，还会 peace。对，也对了，也对，高级，对到那个九度，两个干脆在一起好了。其实很好听哎。这个很聪明，把他带到了另外一个河。
弦进行。对，那两个人的几乎是很和谐的在跑，要把他带走了。哦。其实不用太多讨论，我们觉得一致认为还是平手哎。对啊，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丢的出去，他并没有没接到，嗯，然后后来在第二段的时候，他又把他反将一军回来，用了一个很巧妙的，我们在和声里面很少用的三级的九度。九度和声，所以他把他刺激回来之后，他再丢一个东西再给他，他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和弦进行去，他就不锁定那个原来的地方，他就把他跳开，然后两只青蛙在追。哦，怎么会是青蛙？不能是青蛙，怎么用青蛙来形容？那么漂亮，就不讲的那么美，蝴蝶嘛，天鹅也就算了，那两只青蛙。哦哟，老师，那个画面都没了嘿。所以到最后，当然看到那个琴瑟和鸣，对，因为他哦，琴瑟和鸣，琴瑟，他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他把哎，就这句话从阿咪老师。嘴巴讲出来，它就是一个学问。嗯，它本身就是琴瑟keyboard，琴瑟，然后有琴瑟和鸣，琴瑟非比琴瑟。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没有烟硝味，就粉红泡泡。对，如果要有烟硝味的话，还是要有两位来。我们要看到，好了，今天的比赛就算平手，平手了。但是制作单位说要那个德军跟露西来呀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哎，但是钢琴讲真心话，德军的钢琴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刚还没有开录的时候就秀很多。哦，哎。大家都很害怕。喂，好，人来了，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斗起来，斗起来！我们就双琴来打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玩的，好玩的啦！恭喜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我们，品书，品书，还有露